还别说挺合身的。把这裤子穿上试试。嗯。这还有两个男孩子。双疤子。是不是老穿这衣裳？老啥呀？现在年轻都穿一身黑呀。一身黑。我就相中这盘扣了，我也怪歇个的，有点像旗袍那顶上那个，像旗袍。这我穿大小还真怪相应的，嗯，100斤正好整一个叉的，穿可相应了哈。我一会儿就脱去了，我买那鲫鱼，咱俩整点鲫鱼，愿意穿穿着吧，脱它干啥？的，等大家再穿。哎呦，真欢腾啊！半打小鲫鱼炸还香呢，成香的，穿好了，站着呢，别垮了，没腿干儿，哈哈，好洗多洗两下，张丹娜，快过来整了吧，葱姜、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料酒。这抓不着，好了腌20分钟。腌好了给鱼挑出来，小碎粉，这个直接裹上粉就行，别啥不用搁了。油温不能太高，4-5成热，歇会着。先不用动，炸定型再动它。小火慢慢炸，多炸一会儿。炸成这样就行了，焦香焦香的，好了，出锅。老太太穿新衣裳，围裙都不扎了。这梅梅，梅梅浪了。来个鱼吧。鱼这么炸可好了，提醒我。嗯，我炸熟了啊。嗯，别熟。那菜都能吃上。嗯，那菜都别熟。这也挺时尚的，好啊，好，是李人的，嗯，这鱼肉多呀，这几味吃的香的炸的，嗯，吃这个炸鱼就得蘸酱菜，没比这个好，真的，嗯。这鱼得上手吃啊，吃够香，这么吃才香呢。这白鱼能长起来，赶紧还长呢，这白还长起来，我这还一个月长呢。啊，这都炸出泡了啊。嗯呐。